你想要帮助叶树娥，我当然不会反对。你知道为什么国军每天都要跑步吗？当然是为了增强体能。除了增强体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坚持，还有意志。排长从来不会去干涉你们从军的原因，但是叶树的状况特殊，他从非常排斥到愿意自愿留下来，以及因为你所做出的改变，我想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排长的意思是说，叫我不要帮他。你当然可以帮他啊，但是你非常清楚，他无法一直依靠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什么叫训练，那他终究无法克服意志力薄弱的问题。同袍友好一直都是陆战队的目标，但是有些事情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你会让他失去成长的机会。排长非常希望可以看到你发挥同袍友好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你可以带领同袍一起进步。谢谢排长，我会好好想一想。好。叶树娥，调整呼吸，吸气吐，跟上大家脚步，一二，加油，温馨加油，长辈加油，可以的，好亮，没有，可以吗？看前面，老师看我，加油，可以的，调整呼吸，走，撑住，快跑完，快到，成果就是我们的，吸吸土。摆得跟人家不一样。等一下，让我看完啦。你不要趁机偷懒哦，这些我们也都要考啊。哎，来哦，分一下。是仙姑。怎么看起来不一样？对啊，你今天跑步的时候特别顺呢。靠林国良魂才飞的吧？赵雅芝，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实习干部，我就不敢呛你了。为实习干部的身份命令大家努力的去打扫。少在那边乱用实习干部的权利。
就你一个人没有在打扫。班长说实习干部是领头羊。有啊，我有动作啊。喂，大家都在打扫，为什么只有你在看书？考试每个人都要考，又不是只有你。好了啦，不要吵架，群面不要生气，等我考试完。对了，我有新办法。不要扫了。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如果等一下考试的时候，漂亮的仙姑愿意帮助我的话，我一定把寝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们都不用动手，你们当公主就好。我答应黄曼丽不会做出背叛国君的事哦。我赵雅芝绝对不会作弊的。哦，是哦。你不相信啊？挖到。偷看，干嘛？还有人在瞄来瞄去的，看哪里呀？东张西望。班长希望大家好好作答，不是作画。哎呦，不要给我睡觉啊！专心专心，在干嘛？不要东张西望。专心看你的考卷，温馨专心。秋婷，会痛是不是？起立，叫你们好好写考卷，你在给我写什么东西？选择题，选项只有三项，一二三，就写到五六七，哪里来的天分呢？啊？还有是非题。圈跟叉，给我打勾画三角形。你真的很天才呢哦！干嘛？你写成这样，你还想要给李淑静看？你想看人家考零分啊？你是想作弊？报班长，我这个叫做鱼目混珠。正所谓兵不厌诈，就是战争。我这样说应该是合理吧？所以你是说保密是军人的天职？对，就是这个意思。合理。秋婷，待会你要是没有好好保密你的答案，给别人看到，我就让你考零分，你就完蛋了，知道吗？好，知道。坐下。谢班长。带着微笑坐下。看考卷，我去重写。谢班长，看来看去干嘛？一直看班长，班长很美是不是？专心啊！专心啊！每一官兵均能负起情报收集、保密防谍的责任，乃一军事作战，二政治作战，三情报战，四总体战。三是情报战。情报训练的重点在确立：一、情报收集；二、保密防谍；三、以上皆是；四、以上皆是。应该是三吧？三吧？
你觉得呢？运动时不得依妨碍林兵设计二。野树儿，你还给我一直念下去，在帮赵老师作弊啊！报告班长，我必须靠用念的来刺激我脑部的思考，这样子我才写得出来。一定要念出来吗？对，我习惯。班长一向非常人性化，我会尊重你的选择。谢谢班长，谢谢班长。不客气。运动时不得一妨碍林兵射击，二等方向运动。你大声一点，我听不到。关我屁事！你准备留毒吧你。三以上皆是。近爱民的具体行为是作弊的花招那么多。焚烧洗口令时，左脚向左横移一三十公分，专心，二小六十公分，三九十公分。陈光兴，要画。四级问都写完了吗？写完了。一，给我。不错哦，答案好像都对嘛。有准。光兴，要画。四级问都写完了吗？写完了。一，给我。不错哦，答案好像都对嘛。充点血糖才可以。送，阿姨结账。哎，海狗，你不知道人类世界是要排队的吗？放炮儿，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不是要退训吗？而且你身材这样，吃什么巧克力啊？你说话适可而止哦。对，有些人说得很好听，为了宜宾来当兵，现在宜宾跟我在一起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左右部分还 Q 我那么久。讲话一定要那么酸吗？海狗，我告诉你，苏宜宾是我们黄曼丽不要的，你捡回去刚好而已啦。咋子？教训他？你完蛋了，小明上。哎，好，没什么好争的啦。放没什么好争的，没什么好争的啦。对，是没什么好争的，因为无论怎么争都是我赢，不管是当军人或是男人。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都是同意赢的，以后还是会见面。我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你们十七年的传统就毁在你们的手里。军哥不行，接下来大队接力也好不到哪去了。你讲话放尊重一点哦！
大队接力不就是跑步而已吗？来比啊！赢你多没面子。当然不是跟我比啊，大队接力是全连的比赛，跟我们十七连比啦。算了啦，不想跟你们多说啦。反正冠军一定是我们十八连的，你们十七连的就等着当落水狗吧。阿姨结账。我十七连一定会赢的。话这么多，立刻扣死，给我扣上。可以，他啦，走。阿姨结账。马玉，我在跟你讲话哦。海狗不会扣扣子。按照位准，加油开，去。插头板头，监测距离取出来。加钱，跟。上去。小心！这次测验的成绩令排长相当的刮目相看，大家普遍都表现得相当好，我们连上甚至有人考满分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啊！要。哇！怎么可能？请大家为他鼓掌一下。手放下。谢谢排长。葡萄长有指示，考满分的人，周五摇八动动，提早放假。另外还是有人考不及格的，排长，等一下叫到名字的留下来。李荣文，有。何光亮，有。手举好，举直。还有一个，赵好之，赵雅芝，举手啊！有。另外，作弊的也留下。邱婷，啊，就你啦，举手。哎，贴好耳朵在哪边？哎呦！以上几位刚才念到名字的，排长会再请班长帮你们加强辅导。周六动八，走上去。好，正好，谢谢班长。一个中午不说话，嘴巴是会宕机，是不是？没关系啊，慢慢聊。赵雅芝，还想午休啊？累啊。补考准备好吗？都准备啊，还没有好。还有理由？报告没有理由，只是想睡觉。报告班长。什么事？报告班长，我想问问题。说，我可以把我的提早荣誉嫁给小贤吗？因为上次我军歌比赛放炮，害大家没有提早荣誉嫁。你放炮是害大家没有提早荣誉嫁，为什么只给小贤？因为他有小孩啊。班长，我知道你没有当过妈妈，可能你也找不到对象结婚，可是你只有当过小女生吧，在五岁小女孩的时候，是不是就很需要妈妈呢？你说完了吗？差不多了，可以跟班长说了吗？那是个人荣誉，不能给。
要的话也得自己争取。可是班长，这个荣誉是我自己的，没错，我只不过想把嫁给小贤，这样也不行哦。这什么神逻辑啊？五秒，床上躺平，动作。班长，等我一下。哎呦，哇，小心。慢慢来。你有事啊？说。我想请问一下，请市长一职可不可以让高小贤接棒？接棒？你大队接力啊？那不然改接任。黄大将军，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小贤比我更需要荣誉假啊，那彤彤他也需要妈妈，既然荣誉假不能用给的，那就让他当请市长啊。你现在在吩咐班长？班长，你不是在睡觉吗？身为实习干部又荣誉假吧，我想给小贤。怎么废话那么多？先担心自己的补考吧。班长很开心你们会主动关心同袍，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你们随便把自己的责任推脱在别人的身上，那是推诿。更何况现在是什么时间啊？你们不睡觉也不要吵别人睡觉。到底是谁啊？什么时间啊？你们不睡觉也不要吵别人睡觉。到底是谁啊？偶像不睡就是。哦，躺平，去睡觉。赵老师，啊？去哪里？睡觉。补考了吗？还没有。还想午休啊？跟我来。边考边睡。是吧？谢谢你，还有曼丽跟雅芝，你们都想要帮我争取荣誉假，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可是我觉得刚才朵拉班长他说的很对，如果想要放荣誉假，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所以为了彤彤，我会努力的。谢谢你们。这种有备就有分数的考试，连叶硕都把答案给你了，你居然可以考不及格？他念的我都对。班长，你印的题目我都有看哦，而且我看超快，不骗你，我从小一目十行。一目十行，你还可以考成这样？但是过目即忘。我看你错的这些题目根本不是没背，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班长，你是人身攻击。我都还没向你索赔嘞。我改你的考卷，我都血压高，智商都下降了。这一题，民国102年史诺登泄密案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及形象造成莫大的损伤，由此可知，国家安全靠什么？你居然选他国？他不是跑去俄国找人帮忙吗？你这什么神逻辑？哇！我们现在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考的是什么？保防教育。这一题，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问你维护管理存置国家机密的机构为何？你居然写 CIA。史诺登以前是 CIA 的职员， CIA 负责收集情报，所以不就是保护国家机密？
那你干脆写神盾局算了。不是啊，班长，神盾局是漫威英雄的，不是他的啦。你这就很清楚嘛，毛怪。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记，我跟你说，我随时会抽问，如果你答不出来，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北地狱。回寝室。是，谢班长。部队听口令。跟着他步走，练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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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有梦的翅膀，展开有梦的翅膀，练哦，练哦，预备，唱，展开有梦的翅膀，奔向神圣的肩膀。再次确定多年的梦想，荣誉就在胸膛。你再喝。我的汗水和泪在脸庞。看前面啊！经过失败后绝不忧伤，当我们是几年互相站起枪，并肩胜利的第一场。后面唱出来。纵然汗水和泪在脸庞，经过失败后绝不忧伤。脚步错了，调整。并肩胜利的第一仗，并肩胜利的第一仗。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精神打中，小壮，大神，威武，严肃，刚直，左对齐，迈进，不要越来越突，坚强，确实，坚决。单兵应在此停留过久，遭敌火猛烈攻击。班长命令你，立刻变换射击位置，至正前方20公尺小土丘处。试问单兵该如何处置？报告班长。单兵应在此停留过久，遭敌火猛烈攻击，欲变换射击位置，至20公尺正前方小土丘处。我决定从右侧小径以右径方式前进，我现在就去，请班长以火力掩护我。其他人是怎样啊？还没睡醒呢，嘴巴都含卤蛋是不是？只有夜宿而会。继续。好，我以火力掩护你，请林兵以火力掩护我。好，我以火力掩护你。三，要去哪里啊？回来。不好意思啊，我捏太顺了。你是怎样体力过剩是不是？继续。关卡前。以竹节虫方式配置眼睛火房3-5，站起来，一，很好，谁没有撑好我就不喊开始，开始，一二三，动作确实啊，还有屁股粘在地上，什么蚯蚓还是贪食蛇，继续。检查弹夹，子弹不足时给予更换或补足。一、二，正常。收枪收准，提枪快跑刺，眼睛握把扳子，步距速握刀。刀，敌人第一层一字形，要去迅速握刀了。动作快，动作快，慢吞吞的，后面动作加快啊。暂时都没有跟背出来，还有人动作都不确实，匍匐前进很难吗？
就跟走路一样，一出右手左脚，二是左手右脚。没关系，班长有时间陪你们慢慢耗，待会继续匍匐前进，班长走到哪里你们就匍匐前进到哪。开始。哦，什么班长，前进。班长，你已经超过野兵五号方了。也是，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啊？班长牺牲小我完成你们大我，你再过去就被敌方打了。也是，你在废话啊。班长就走到连上，你们就一路爬到连上。班长，再跟我废话。我一直不坚强，请送我一次坚强。也是。这样都可以睡着，你很会睡嘛？来，看到那棵又高又壮的树了吗？跑过去，跑一圈，让你清醒一点。S 动作，怀疑啊！何宽亮，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跑也不会。怕也不会。学员班长，叫班兵回来。何光亮，喂，回来啊，回来。姑娘，怎么样？没事吧？先坐起来。没事，我可以。哎，别急着站，等你觉得没问题再站起来。是。脱钢盔，先喝水。谢谢班长。以后操课的时候再专心一点。宋牌，上次不是说过吗？操课的时候务必注意班兵的身体状况，尤其这么热的天气。是，我会注意。1-2-1-2-1-2-1-2，特别打输。抬头，挺胸。1-2-1-2-1-2-1-2，抬头挺胸。
发疯起身所有注意到这边待会你班长口令以第二排旁边班医务员为中央五讲话队形中央五为准下手砍停动作快一点速度加快啊中央五为准下手砍停向前看快乐五为准向右看停向前看稍息立正老师待会部队进行枪支保养保养完之后部队带回去寝室何宽亮有出列是待会跟排长过来是学员班长是部队交还给你报告是跟我来是所有人听口令立正待会扫息以后所有人到中山市插枪扫息以后开始动作扫息关保险以捉结虫方式退至掩蔽物后方收枪收腿提枪快跑至掩蔽物后方三至五步迅速卧倒以伏进姿势向左向右偏移至掩蔽物后方扶下去做得到你做得到的好关保险以竹节虫方式退至掩蔽物后方上排副长长好在地上爬那个新兵是谁啊是何宽亮刚刚在操课的时候何宽亮身体已经明显受不了了怎么宋排要加操他宋排长他一定是确认过何宽亮的体能是 OK 的所以才让他做收操的时候就应该让他们好好休息你去跟宋排讲一下是我放拿出你的意志力我相信你做得到直下去学长怎么了辅导长看到你和何宽亮在单独操作单战
他又以为我在操兵啊。他是希望休息时间可以让新兵休息。好，我了解了。何光亮，有，起立，在这边等我，有没有问题？报告，没有。杨排，麻烦请你在那边陪一下何光亮。是。我不是才刚跟你说过吗？要多多注意新兵的身体状况，更何况现在还是他们休息时间呢。报告辅导长，我有争取过他的意愿，他同意继续训练。你是排长，你说什么他们敢说不吗？如果何宽亮因为不敢说不而勉强出操，他的身体啊可能还没达到成效就已经先受不了了。这些问题你有想过吗？抱歉，我只是希望他更好，也许是我用错方式了。有时候啊，我们也要同理心，孩子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部队，我们就要担起做父母的责任。任何时候孩子们的健康绝对是父母最优先的考量。我知道，这我会多加注意。谢谢辅导长的提醒。安全是我们训练的根本。如果何宽亮真的不行，那我们就考虑给予退训吧。你没事吧？哎，郭亮在关心你，是没听到。哦，我没事啊，谢谢。我想算了啦，不要再浪费口舌了。讲几次了，讲了也不听，根本就是在对牛弹琴嘛。算了啦，反正我们没被掏死啊，而且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想被这样被掏吧。阿亮，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或有什么苦衷，大家都可以帮你忙。哎，别拖我下水，我可不想帮着你。哎，我也不想。哎，算了吧。哎，何宽亮，你不解释一下？我身体其实没事，只是我已经习惯长期日夜颠倒，都在晚上活动，白天很少再出门了，然后再加上自己很少在运动，所以才会对部队的操练这么不适应。如果这段期间给大家带来困扰，我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哎，没事啦，我会努力调整自己，跟上大家。都多久了？你时差也调快一点，不然下次大家没有人去救你了。好了啦，累死。只要你有心，大家都会帮你。阿姨，你挡道路了！哎呦，谁是阿姨啊？叫谁阿姨？叫你啊！穿得像扒了皮的芒果一样，你看看你。秋婷，你有点礼貌好不好？梅姐好，好久不见。凤英子，有件事要跟你报告，最近的兵哦都好没有礼貌。完了，想去哪里？长官好。我很好，但你妈不好。学长，你结婚哦？不是我啦，是宋志祥的前女友，礼金都给了，总该把西饼拿回来给她吧。你西饼拿回去吃了，我拿去给杨晴好了。我跟你讲，不要拿给她，她已经……她怎样？你要去相亲了？不是。上一次是陪我表姐去，我是被我妈硬逼去的。我们大家都误会了。我们是啊，当时宋排还有点不开心呢。宋排长也这么认为。如果新训中心不适合我，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地方？